单亲妇烧炭被救，见警消夺门快逃。密密麻麻的遗书，被浇熄的烤肉架炭盆，苗栗这名有毒品前科的单亲爸爸，昨天上午烧炭寻短，留下三张遗书，字字句句充满对孩子的不舍。他回来说跟爸爸有没有讲到什么话，有没有什么异状啊？没有。男子后来被儿子救起，姐姐也赶来关心，但他听到警消上门，疑似因为惭愧竟夺门落跑。什么原因这样？没有，他没有讲，但是他说他刚刚有过来，他过来有确认说他意识那些都清楚，就没有就医了。木炭就被人家扑灭掉了。对，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扑灭了。警方已通知社政单位加强关怀，避免发生憾事。董新闻苗栗报道。